好，不知道你昨天在看金曲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，哎，天后张惠妹怎么没有来上台来演唱呢？那人嘞，原来啊，她跑到了花莲去热力开唱，而且粉丝非常给面子哦，上万歌迷挤爆现场。一身斗篷式洋装，天后张惠妹在花莲热力开唱。上万歌迷挤爆会场，气氛嗨翻天。歌迷超捧场，连阿妹妈妈和家人都从台东赶来花莲，坐在贵宾区听宝贝女儿飙歌。阿妹也唱到嗨，卖力踢腿，超气氛。多首歌曲，现场宛如阿妹的小型演唱会。虽然阿妹和金曲奖同时间开唱，但人气丝毫不减。看得出来，天后张惠妹一出场，果然不是盖的。中天新闻，廖威玲、徐玉平，花莲采访报道。